奋我们的华语起来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尊你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，按手在他头上。好，台语的部分我试试看。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。So the Lord said to Moses, Take Joshua, son of Nun, a man in whom is the Spirit, and lay your hand on him. 好，我们一起来奉献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透过今天早上传道的提醒，主从圣经里面，主我们看到约书亚的榜样，主他的一生都要奉献在你的手面前，而且他说我和我家主都要来服侍你，主啊，这就是奉献的真谛。主要让我们在这里奉献的时候，我们也想到约书亚的榜样。主，他不但是愿意要服侍你，主啊，你就是赐福他成为众人的领袖。主，愿我们在这个时候，主，我们真的来再次的愿意，主顺服你自己的教训。主，让我们不是奉献，不单是奉献金钱，主愿意奉献时间，运用奉献，主我们许多舍不得的东西，主帮助我们，主在你面前，主看到我们的需求，主看到我们自己在你身上，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，主让我们起来，主因为我看到很多很多需要的，主不光是金钱的需要。主，他们还有很多心灵的需要，需要我们去探访，需要我们去关心，主需要我们去帮助，主帮助我们，主让我们愿意出来，主先像诗歌跟我们讲说，你自己在那里呼喊说，主谁能，你能差遣谁啊？主让我们可以站出来，主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主我们将奉献摆在你面前，愿你自己接纳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各位请坐。好，我接下来介绍新朋友。那我们知道今天有一位新朋友，你们是那个，Could you please stand up？ 他是从美国嘛，哈，还是 OK？ 他是英文老师，跟我一样，所以我两个等一下可以。沟通一下这样子。What's your name? Steven. Steven. 好，我们掌声给 Steven 一下。Thank you.
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来看一下说话，我们要来介绍跟报告的部分哈。各位，请来看一下第三页哈，有小会的消息非常的多。那各位可以，我们非常恭喜丰轩传道师，他现在3年的一个牧会嘛，对，为他祷告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哈。那还有本会消息。在第三点哈，7月3号到7月10号，牧师他也在乌干达哈，目前都还在那边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页，各位请翻到第四页哈。我们7月21号在长职6点，6楼下午1点要召开长职会。然后8月11号有一个洗礼跟圣餐，那请大家这次非常的高兴，有很多的。大家来啊，受洗，然后重生得救，以及我们的不管是乐器的训练，还有团契消息里面有很多的一个松年团契、青少年团契的，还有弦乐团的招生、手中团的招生，各位都可以来亲自看完之后，如果有兴趣的，就要去找那个负责的人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请看一下各位在第六页的代祷事项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。这些的事项都要来祷告。好，那还有其他要报告的话都可以提出来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要请圣光能医生啊来为我们做圣经导读。来，我们那个包换一下。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导读就是4年把圣经读一次。4年读一次，一天读几分钟？10分钟。一天读4分钟，4年你就把圣经读完了啊。那这个礼拜回去，我们要读《民数记》32章到36章，已经是《民数记》的最后几章了啊。《民数记》我们知道它是在旷野的地方啊，在这个《民数记》是这个历史里面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个位置啊，他就是在讲他们。开始要成军了，然后他们行程跟他们打仗啊。整个民数记就是这个4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从西乃山出发啊，他第一个是还在西乃山啊，第二部分就从西乃山出发，走到加利斯巴尼亚，差不多有几个月，然后在加利斯巴尼亚探子进去，出来以后就一直绕了38年啊。第4部分就是从加利斯巴尼亚开始往摩押平原，但是他不是直接进去，他是绕到下面的过去啊。这是这个部分啊，我们看地图就知道了。这边是埃及，这边是迦南地，他们本来从这边就可以进去迦南地的，但是上帝没有，上帝让他往下走，一直走到西乃山，就在那停下来啊。然后呢？就是在停在这边的时候，就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。然后呢，从西乃山开始走到加利斯巴尼亚，这是第二段。然后第三段呢，就在那边绕了38年。第四段从这边绕下去，绕到摩押平原，这就是那个民数记的整个结构啊。出埃及的时候，从这边出来，1章到13章啊，还在。埃及，13章下就出来了，到19章就到西乃山了啊。出埃及记哦，第19章到西乃山就不动了啊，不动在这边呢。到20章到40章还在这里，到利未记一共27章还在这里，到民数记第10章一共用了57章在这边上课啊，然后民数记。第10章11节开始离开这里啊。那我们因为这礼拜回去要把民数记全部读完，我稍微复习一下啊。第一个就是第10章11节要离开西乃山的，那你们怎么记呢？就是双十节隔天就出发了啊。出发又就是这一段，从西乃山一直到加利斯，这段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这个啊。他们埋怨啊，为食物埋怨啊，然后米利暗亚伦反对摩西啊，然后派探子进去，
然后他们不想进去，会这种反叛的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一段，他们不想进去嘛，所以说加底斯就是绕了38年，这中间怎么样啊？可拉党叛变啊，亚伦的杖发芽啦，然后这些，啊、哦，做储水啦，然后就那个磐石注水，然后呢，这就是第四段。哦，从加里斯要出发的哈、哦，那这一段的最后几章就是我们这里要读的，啊，好，那加里斯出发以后呢，他们有那个走路路很难走，他们就不高兴啊，上面就派火蛇进去把他们咬，然后就叫他们做一个铜石，你只要仰望一看一下你就那个火了，就是这一段啊、哦，然后进去摩押平原以后就把西勇跟二打败。然后呢，那个巴勒就叫巴兰来要做主，那一个实情实践到这边啊、嗯。还有就是希罗菲亚的女儿去说：“哎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土地呀、啊，这些啊。嗯”好，到31章就是我们之前读的啊、嗯。那这个礼拜呢，什么进度呢？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已经是民数记的最后了。他们停在那个摩押平原的时候。那个有人就说、哦、我们就在住在这边就好了啦，所以把这河东的这个地分给他们，然后又把已经到走完了嘛，对不对？说完那个行程空整理起来，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进去迦南地又的境界是什么，然后进去要给那个利未人的城还有陶城，然后最后把那个希罗菲亚女儿的那个继承、哦、跟他们讲好、哦、第一个要分河东之地哈、哦，这跟约旦河左边就是迦南地啊、哦。那他们从这已经绕到这里摩押平原这边到这边的哈、哦，那他们这些有几个支派就跟摩西讲：“哎，这个地很好啊，我们想要留在这个地方。”那摩西就问上帝说：“可以啊，就把这一块地，这块地给谁呢？”流变加德马拉西半支派，就是两个半的支派，就是分这一块土地啊。那这个是进去以后整个十二支派的分地，也是这个，就是右边这个河东啊。那这个是西面是在犹大支派的中间，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啊。好，那他们去讲说我们那个分这边就好了啊，摩西说不可以，因为其他人还要过去呀、啊，啊，你们都留在这边不过去吗？哦，就说不行，所以他们就讲了，好了，我们也要带兵去，跟你们通通过去。那我们的妇人儿子留在这边，小孩子留在这边，我们跟你们去打，把那边站起来以后，我们才回来。啊、哦，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子说，这个耶稣亚后来有记哈、哦，这两个半支派就照摩西吩咐的。带兵去就过去打，啊，占领土地后他们才回来，啊，这个分土地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半支派想要右边河东的地方，那这个有描写他们所住的城，这几个城，啊，那33章就把那个整理，他们说一共到底几个站啊，把它整理起来，结果呢发现有42站，那有人就把它弄一个表这样子。42站，那有一个作者陈希珍哈、哦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他就写这个42站，每一站有什么意义？哦，每一站有什么意义？啊，这个有经历的人就去看哈、哦，因为这个四十二，他当时的名字哈、哦，都有署名的意思哈、哦。好，那33章最后跟他讲到，来，你们进去以后要怎么样对付？哦，怎么样对付敌人？第一个，你们要把里面的。将那个六祖通通灭掉，然后把偶像灭掉，把那个丘坛拆掉，跟他们吩咐这样，然后说你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，你们会麻烦的、哦、因为你若不把那个地方居民赶出去的话，你所留下来的那些居民呢，会做你们眼中的刺，热下的荆棘，都在一个喵一个喵、哦、这样子。就这样给他吩咐了哈、哦，可是他们进去以后有把那通通杀掉吗？没有哈、啊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进去以后，这边是河东嘛，本来分好的，进去以后啊，
他们只占这些，其他这些黄人呢、啊、没有，没有把他们赶出去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加沙走廊，就是现在到现在哦，还在热在一直跟他尿，一直在尿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巴勒斯坦解放军就在这个地方，啊，这边也是，啊，这边是那个葛兰高地啊，反正就是那时候已经跟他讲，你一进去一定要把它灭掉，但是他们没有灭，所以到今天还是他们做他们那个干扰哈。到耶稣基督也有讲啊，好，你们既然没有灭，那没办法的，你们以后呢这些，啊，热伤的。什么眼中的，反正这些直到你们灭亡，啊、哦，他们因为当时没有这样子做，司机也这样子讲，好，那我一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走了，哦、不管你们的啦，他们呢做永你们永久的热下的荆棘，啊、哦，就是本来进去的时候有跟他吩咐啊，但是他们没有做这个事情，所以到今天搞到今天还在这个麻烦啊、哦，好，那34章呢，你们进去就我花一个。境界给你们、哦、就是这个境界，这是加利福约旦的死海，这一块都会给你们、哦、这是给他们讲的那个境界、哦、但是 要怎么样分呢？就用以利亚撒，今天传道的讲的、哦、耶稣呀跟10个支派领袖，因为2个支派已经在那边了、哦、你们这3个去分，那他们的地怎么分呢？抽签，我用抽签看哪个地点，那大小呢就看你们人数，我就这样子哈、啊。好，但是你们继续呢要给利未人一些城市，还有呢那个要做几个陶城。为什么要给利未人一个城市呢？其实创世纪早就讲了哈、啊，这个是那以后进去又分的土地了哈、啊。创世纪49章有讲啊，因为在34章，创世纪34章那个哎。那个雅各的女儿迪娜被事件的强被事件啊来强奸了，所以他的两个儿子呢很生气，就去报复。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呢？西面跟利未。哦，所以那时候创世纪49就讲了，这两个人很凶恶啊、哦，他们怒气暴烈可恨，所以他们呢要分居在雅各家里。擅住在以色列当中，所以这两个支派的人呢、啊，是在别的支派的中间。刚刚我讲的西面是在犹太的中间，利未呢根本没有在，没有那个打了一大片土地，只有叫他们什么分城给他啊、嗯，你们给利未的呢，只要几个城就好了，包括他的旁边。那这是因为在创世纪49章就已经讲好了哈。嗯，那他们，但是这些利未人上在各城有什么好处呢？他们可以把这个典章教训雅各，把这个律法教训他们啊、哦，所以等于利未人是服侍的啊、哦，但是是在各上在各个城市里面啊、哦。另外，你要设一个陶城啊、哦，那个这个就是陶城啊，不是，这个是利未人的城啊、哦，然后它旁边1000座、1000座、1000座这样，这是像城市的啊。哦，那这个陶城有设6个，河东3个，河西3个，就是用6个。这个陶城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啊，这是河西的三个城，啊，这个这边1个、2个、3个，1、2、3，这一共6个啊。那我刚刚讲的西面就在这边，它也是在别人的中间，啊，就跟创世纪49章讲的一样啊。好，这个。他们因为有人是故意杀人的，有人是误杀的，那这个朝臣给这个误杀的人，他本来没有意思要杀人啊，但是你可以逃在朝臣，你就不能够杀他的，可是你要等什么？等到大祭司死掉、哦、那大祭司你要看他早好不好死的、啊、他早死你就可以出来啊，他没有死你就一直等，等到他死掉你才可以出来啊，是逃城的规定啊。那最后一章就讲西欧菲亚之女，因为他当时是规定男的才可以继承嘛，那他的爸爸没有男孩子，只有通过女孩子，所以他就去跟摩西讲，那摩西说好啊，那以后那个
这个女儿也可以继承的。但是这些女儿继承以后，如果嫁到别支派，那这你怎么办呢？最好，那你只能够嫁什么同宗同支派的，那土地就不会跑到别的支派去的啊。就是到这边为止，就是那个民书记到这边就结束了哈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分河东的地，那个42站，然后江南地的境界，还有桃城六人的城跟西楼呀，这个哈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回去会读到这边哈。那那个进去，今天是要背进去啊。哪一个？来，啊，哎，那个，对不起，大家先。进去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雅各书5:16，玛利亚说：“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”路加福音1:46-48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希伯来书10:25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，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创世纪1:26。每一个字都是他啊，来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雅各书5:16，玛利亚说：“我信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。”从今以后，万代要称我有福。路加福音1:46-48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希伯来书10:25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。使他管理海，造人，使他管理海里的鱼，地上，不是空中的鸟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创世纪1:26。几乎全部都懂啊！还有吗？都没了，该背的都没来啊！来，新的。会出会背的。对。来，这个是6月份的哈，6月份就是我们下个月要背的。来，一起念。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海归10:42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以弗所书3:20，你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愿福音8:32，神赐福给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，就安息了。创世纪2:3。好，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祝福诗。
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各位请坐。